纽约、台湾、屏东同乡会的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曹启宏。去年这个时候，大家的热情让我非常感动。我看到很多啊世贸重建，看到中央公园，看到很多乡亲奋斗的成果。屏东同乡会既然有自己的会馆，我到现在回到屏东，经常向人家感到说我们的同乡会很荣耀，很团结。屏东我也在努力发展观光，关山既然能够上 CNN 全球十大的落日美景，恒春的民宿现在呢夯得不得了，很希望我们台湾同乡、屏东同乡能够回到屏东来旅游放松一下哈。这一次啊，我没办法再跟大家拜访，我们特别推派一个客家的民歌手陈双，声音非常甜美，大家客家的乡亲一定听到乡音无改，他是万能的点唱哦，不要轻易放过他。还有一个女性的艺术家就是子凡，她很会设计版画，她一定会带给大家很多一解你们的乡愁。很希望屏东乡亲你们的努力我们看到了，你们的团结我们非常感谢，你们继续加油，有空回到屏东来哦。